戏情境选择。首先我们要先落难，抵达了一个未知大陆的海岸后，我们起身领导人民，前方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们？教学应该是不用吧，好，完了就会了，来一次过。我看一下，夏天开始了，很好，夏天开始了。我手上这是什么？农民16，什么意思？哦，好 ，OK， 农民丢进去，一个去、挖石头。这颗是什么？农民？怎么每颗都是农民？啊，怎么可能每颗都是农民？这是拿指南针的农民吗？好，拿剑的农民，我看可以放在哪里啊？这个现在是9，我看一下他吃饭要吃多久。这真的有在吃饭吗？要从这边的东西拉出来是吗？哎，哦，哎呀，你不早说，原来你没饭吃，你怎么不早说？一直在厨房待着，没饭吃，你要先讲哎。大家努力工作，等你们剩一滴血的时候就去吃饭。我看一下啊，哎，产生农民，这个是要怎么样会产生？丢两个人进去，谁干 ？OK。裂开嘞！如果再受伤一次就会死。不是啊，骰子怎么裂开啦？而且怎么没在工作啦？感觉孩子是得多生了。来吧，你们这些快不行了，就去生孩子吧。食物已经不够吃了，我已经没有办法了。目前褒贬不一，好像都说不能暂停，有点难。但还好，我是玩习惯不能暂停的游戏啦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还好。有一个冻死嘞，有一个骰子直接冻死嘞。启动的时候可以避免附近的骰子被冻结哦。我看一下，蒸汽机要烧什么？蒸汽机要烧木头哎。好，来烧木头。农民在厨房里被冻结了，厨房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外哦。那他们已经冻死了，是该怎么办？已经冻死了就没救了，是不是？您目前控制超过12颗骰子，有舍弃骰子的风险哦。他们如果全部回来，好像会被舍弃哦。我骰。我再骰，零滴了，最后一骰，请你滚蛋！哎，这颗也滚蛋了，食物没那么多啊，哪那么多给你们吃？现在农民幸福度很高哦，哎呦，失去骰面会减少幸福哎，哎，开心哎，大家开心，木头也不够烧了，先多挖矿，只要多运动就不会有问题，会结冰都是运动不足惹的祸。要吃饭吗？你们有需要吃饭吗？先不用吧，一直生小孩，他们就会很幸福哎，好像也不用吃饭。哎，打到上限了，请你离开。冬季的末期，骰子冻结几率有15%，不是15%已经冻掉一半了，现在才开始烧木头还来得及吗？还是算了，反正都已经这样了，春天自然就醒了吧。我粮食只有3，正常啊，正常啊，没有人想吃饭。大家都说他们不饿，这里有这么多树，啃一啃就 OK 了吧？冬天的时候那个树嘎通脆。这里是一个实验室，里面可能有些有价值的东西，进去吧。要离开这里恐怕是不太容易，爆炸了，农民死掉了，那我也没什么办法。让我们缅怀他，我给他盖个忠烈祠吧。好像得生小孩嘞，不妙不妙，生小孩吧各位。心情不好那就是要生小孩啊。有超过半数是愤怒的骰子，危险欸，听我说，欸，听我说，请各位不要暴动。我跟大家约好了，我一定带给大家幸福的生活，给阿 J 一个机会，让大家日子过得更美好。欸，把市民变成商人，是吧？欸，学校烧起来了，欸，什么情况？欸，房子怎么烧起来了？什么时候啊？哦。我家灰小厨，灭火灭火，灭火灭火灭火，怎么办啊？没有人可以灭火哎！全烧掉了，一发，一发难以，爆拼了，那卡了，哦，好卡，哦，游戏突然好卡。不是，他游戏突然卡了，我没有办法。好，明白了，会玩了，来，
一次过，哎，我们开盘一次过第一章节，我明白了。首先就是赶快把家里的树全部砍光就对了啦。有树砍树，有黄金挖黄金，哎，有学校盖学校，一定要给人民受最好的教育。人民一开始都是满意的，愤怒的时候建筑物可能会被纵火。哭啊，原来纵火是人民在搞、啊。房子烧起来了，哪里烧起来了？不行啦，不要烧起来啊，你们喝酒啦，好不好？完蛋了啦，完蛋了啦，你们先不要啦，先不要啦。灭火灭火灭火。啊，我家烧起来啦。对，这个火怎么灭不掉啦？哎，灭掉了灭掉了，吼吼，火灭掉了，火灭掉了。再见了，又一个农民要再见了。希望你们不要太不满了、啊，他是寿终正寝的，你们不能这样啊！他是好好的走的、啊，他走得很安详啊。哎，暴动结束了，可以，果然生小孩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。显示存起来，什么情况啊？为什么上面开始噔噔噔啊？为什么？怎么烧起来了？啊！没事没事，那一小区那一小区就让它掉吧。那反正那一区也已经开垦完了，应该是没事吧。理论上它是不会这样子烧过来的。没事没事，还好房子分开，不用担心。就继续给我当当当，就去当当当，我没差。酒馆得重盖了。哭啊！酒馆为什么在这里？啊，按错地方了，但应该不会烧到这吧？哎，烧起来了！啊、那也没办法。接着是市民开始不爽了、哦，市民不爽了，我想想啊，怎么处理？市民现在感到愤怒、欸，哎，市民会罢工哦，农民才会放火，那还好。各位市民，请不要罢工，请不要罢工，请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。大家先不要冲动，这个事情我一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哦哦哦哦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先不要，我看一下哈。还是他们其实在笑，这边人民一直在笑、欸。哦哦哦哦哦！家没了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啊，不要问我、啊，也是就天灾啦。他们再罢工下去，我要动北雕啊！请各位不要，哎，请各位停止罢工，大家一起努力向上，好不好？喝酒负一，喝酒负一，没酒嘞，完蛋！现在开始种吧，现在开始种吧，小麦现在开始种哈，想喝酒的等一下，先撑一下，不是大家先不要冲动，大家真的先不要冲动。有了有了，酒要来了，酒要来了，哎，不用担心，酒快到了。我觉得我们必须尽快找到这个攻击的源头，我们要共同对抗外敌啊！你们在这边罢工没有意思啊，我们赶快前进啊！酒快酿好了，酒快酿好了，先不要，先不要。啤酒厂找我了，哎哎哎，乖乖乖乖的，乖乖的。这个我觉得，哎，时间会处理一切，我先去上个厕所。好奇怪，哎呦，这城市怎么没了？那个城市本来就有问题，让我来接手它吧。上一个市长有问题啊，现在换到我 J 市长。这里是个老旧实验室的废墟，进去看一下吧。里面有黄金，房间的另一侧还可以去实验室的另一部分。哇，地下室一定要进去吧。哎，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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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其他的面板哦，我稍微看一下，很忙啊。没那么多时间看政策啊，人民现在需要什么我就给他们什么啊，非常简单。结冰了，结冰了就丢进酒馆，然后再开一次 party， 应该这样子就不会有人太不满了吧。心态啊，我的心态一直都是很健康的，我就希望大家好好努力的工作。
你要是结冰了，哎，那就去喝酒。我们这里酒很多，你随便喝。农民在铁矿内冻结了。好啊，好啊，现在全部结冰啦，我没差。好啊，又结冰啦。目前结冰的是稍微有点多啦。不要啊，不要啊，不要暴动啊，不要暴动啊！生小孩，生小孩，好不好？生小孩，各位农民，请不要暴动。等等，我们就把，等等，我们就把这个士兵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市民都处理一下。烧起来啦！我们家烧起来啦！啊！烧起来啦！哎呀！啊 ！Fire！ 哎呀 ，Fire！ 呜呼！放火喽！好温暖呀！哎呀，这个冬天好暖和呀！当当当当当！啊，出事啦！哎呀，结冰太多人了，可恶！就该点火的。飞飞呀，飞呀！遗憾，遗憾，没有能够拯救这些骰子人，不是他们。这个问题比较多，要一项一项来解决。嘿嘿，按订阅，按订阅。快订阅，快订阅。大家记得点赞、按订阅啊！